好莱坞巨星小李子莱昂纳多·迪卡布里奥、泰刚跟小布布拉德·皮特在第77届金球奖上的互动占尽各大版面。最近又有外媒报道，小李子因为行善在网上引发热议。其实小李子对公益或是社会问题总是会出一份力。澳洲大火，他捐出巨额捐款也被讨论。这次事情是这样的，据外媒报道，小李子去年12月30日带着女友搭游艇出游，意外就起掉入海底，长达11小时的男子。该名男子因为喝醉不小心掉入海里，船只发出求救讯号，让当时在玩的小李子收到，他便马上放弃行程，展开救人行动。他找到该名男子时，他差点就没命了。而男子被救上船恢复意识后，看到小李子还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。消息曝光后，网友大赞小李子根本是男神中的男神，竟然还有人说好像被他救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